Elbow, no flinching. All the time, protect yourself and listen to me. Shake hands. Good luck. Bye.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昆仑决，我是现场解说昆仑决亚伟。各位好，在下张太海，欢迎各位收看昆仑决。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题外话，我们今天的场上裁判萨桑没有用他标志性的怒吼开场啊。是的，这个萨桑平时这个 fight 这个声音啊，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对，除了肚皮之外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形象。好，我们回到比赛，这两位选手都是第二次登上昆仑决擂台，上一场比赛都是以 KO 对手的方式获胜，对，而且都是以自己的后手啊，嗯，而且两人正反架，今天还都容易吃到对手的后手。对，哎呦，黄凯中路不要太松啊！哎，这小鞭腿，嗯，黄凯毕竟是散打出身，注意曼尔甘力拳非常快啊！我觉得黄凯还是要对头部的保护啊，拿得更好一些。对，中路太松了，现在，哎呦，曼尔甘的高扫也很突然。哎，黄凯看出来很清楚啊，嗯，对。整个身体很松啊，你看他的肌肉类型也是这样。是，但是面对曼尔干这样的选手，哎，黄凯今天这个把，尤其是把，你看，很松啊。嗯。啊，黄凯也有拳击比赛训练的这种背景啊。对。哎呦。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延时20到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增强夫妻性生活，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做回自信的自己。记住微信358163379。哎，啊，后手快啊，这个是曼尔干的特色。对。哦，漂亮！我看黄凯也是在上次比赛中拿自己的后手，是有料的。对 ，KO 对手的啊。黄凯平时就是我们从直观上看啊，就是软绵绵的，这是因为他整个身体类型就这样。对，啊，你看他的后手。哎，前手，两人换。曼尔干的缺点也暴露出来了，在这种组合性、延续性上不太够。对，打单击突然性有。但是呢，像黄凯这种毕竟打过职业拳击比赛的选手啊，他对他上半身啊，控制感控制很好。对，包括对手的进攻，刚才张老师讲为什么黄凯会把头部放得那么松啊？你看，其实黄凯有几次面对曼尔干的这个单个的后手拳啊，他是把身体是后撤的啊，对，就完全可以卸掉，跟上一场张扬不一样，张扬是完全正面面对曼尔干。对。所以最后第一局最后一阶段的时候，黄凯几个连续的后手前手，而且是我就低着头，感觉就很放松的样子压出来了。对，让曼尔干有点难受。而且曼尔干接黄凯的前手平勾还不太好接。对。所以我们的选手啊，就是你一招用的再硬，还是要综合能力要更强。对，如今啊，已经不是一招先吃遍天的时代了。对。看看第二局啊。你看黄凯还是很松啊。马尔干几次高扫，看黄凯在往里扫的时候头是低着的，随时想做个低头做闪的动作。是，后腿的低扫也要注意啊。提后腿低扫的时候，中路的空档会更大一点。马尔干今天这个后手没打出来啊。嗯，对。第一局还有几个，第二局上来现在还没有发挥。你看黄凯这个低扫，黄凯很聪明啊！黄凯，你看这招，嚯，曼尔干的后手啊！对，曼尔干最大的缺点是在近距离不会打拳了。是，你看在这个距离下，黄凯很松弛，后手。黄凯低着腰一下就进入到中近距离的时候，哎呦，好，这个低扫用的不错，低着头往下进去的时候，很快就进到中近距离。对。你看黄凯现在身上有很多拳击的这种训练的一些影子啊。第一局的时候有几次不想看，哎，顶膝有了，往上勾。你看黄凯还是啊，并不用手臂遮挡自己头啊。嗯，对。哎，这个动作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张老师说了很多啊，你不要自主的去停下来。职业选手啊，就是你不能裁判没让你停，你不要停。嗯，曼尔干改变战术了，低扫。对，哎呀，黄凯，你看黄凯白白挨了两脚吗？对，好，打中，曼尔干有反应。哎，黄凯这起拳也不错啊。刚刚黄凯那两拳，曼尔干整个身体状态有反应。
迪马尔干不太擅长。对。那打贴身的时候，这种黄凯这种拳击训练的这种作用就有了。对，而且马尔干现在明显的是对中近距离贴身距离这种啊是没有太多办法。对，而且黄凯也没有去搂抱，没有搂抱，没有搂抱，除非是另一种规则。对，你看马尔干的高扫，是很干净。嗯，对。好，底扫开路，马尔干换底扫。哎呦，这个上段后撤打得好，很漂亮。啊，第三局马尔干有这种主动往后撤再还击的意识很强了啊，换了，换一种打法，不想让黄凯再切进来。对。啊，真疼！这个位置踹的有点低。对，哎，你看，很会防马尔干的这个后手啊。啊，但是马尔干的近身的勾拳啊是有，但是现在看来质量很普通啊。对，所以你像我们这场比赛就看出马尔干的这个缺点啊。而且很多的年轻选手呢，就是在平台上露面之后表现很优秀，但是慢慢的，包括很多知名的选手，为什么慢慢的就是他以后的 KO 率会越来越低？就是因为你被大家都研究透了。对。哎呦，这个后手的上位真快。黄凯的体能在第三局上有问题了。对，上一场比赛因为过早的结束，也没看出黄凯这个体能上的问题啊。对，我觉得黄凯这个体能好啊，有很大机会。第一局这种打法，这个马尔干很麻烦。对，有很大机会的，但是现在体能不太够。王才茉莉的快，马尔干现在这个后手拳也没有那么重了。对，而且你看王凯这后手连续中两个，两个人体能都下降很快。对，马尔干也是被磨血磨的不行啊。哎呦，这一拳又打中，还抗击打能力也不错啊。哎，一个胶，你快胶啊！最后的十秒钟。这两个人第三局大部分时间跟拳击比赛一样。好，比赛结束。这两个人到第三局体能都下降，都下降，都下降很快。这个黄凯的后手其实啊，也挺凶险啊。对，看似软绵绵，其实有杀伤力啊。对。从第二局开始，马尔干也是被黄凯这种战术贴身战术啊，也是折磨的不行了。马尔干其他的拳法的杀伤性有点普通了。对，如果说以后还想走得更长久的话，只靠这一个后手直线拳，或者说是有几次这种远距离的上勾拳啊，相对来说太单调了。是。本场比赛结果，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9-29 29-29，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28-30 28-30。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29-30 29-30 and a winner， 比赛结果。蓝方上的 blue corner， 有请颁奖嘉宾，澳门福建体育总会理事长严耀庭先生，澳门福建体育总会副会长蔡良常先生为胜者颁奖。